我的意思的话，是不是两辆车子一次性装还是什么？就9米6的蟹搞一两蟹去装多少多少，还是上午装？他现在在台车呢，上午能搞到就能，那可能要到下午也不一定，那应该没事吧？就是那边的话，啊，合肥的下午装出来，那边能不能来得及？我呢尽量要上午嘛，对吧？上午装，下午下水。好，那我来给大家讲，就是那个9米6，先能装多少？装多少算多少。啊，好。小老板，就一辆9米6，能装多少算多少，但必须要明天上午，你排一下的，好吧？明天上午把它拉出来，下午给它放到扫把手去。多少米下？中午分。嗯。你们没吃吗？没有，你刚吃过了。不是。水煮的，小白。你过来。嗯。
嗯，他吗？行，中。我们好像呀，那么熟。